谁在说放置挂机游戏是坑钱玩意？我跟随即啊，这游戏画质是真养眼啊！我不允许你们没玩过这个异世代光与魔法。别说别的，光这选人界面那都是细节满满，一股子浓厚的中世纪画风，里面人物那也是各种 Q 萌。我不知道你们吃不吃这种画风，那我是非常喜欢的。游戏主要讲的就是魔族大军入侵泰兰大陆啊，你们就是要守护泰兰的英雄。当然你不是孤身一人，哎，这些萌妹子肯定少不了了。游戏分为帝国联盟、兽人部落、森林主义、幽冥军团、神国领域、深渊魔族以及时空女人，总共几十个角色随你搭配。玩法自然就是角色养成以及阵容上的搭配，非常容易上手。有人可能说呢，角色那多那是不是非常氪金啊？并不会啊，开局就嘎嘎送福利，十连抽那是跟不要钱一样，随便送。而且游戏它不干不氪，自动挂机，完全能在老板不注意的情况下，哎，嘎嘎摸鱼，哎，舒服的来。有一说一，这么养眼的摸鱼游戏啊，确定不冲一波吗？